如果是你，你想怎哩办？我是如此的妈妈，我想来袂当来。顶阵是你这青鸭掌，一进门就打人。无啊，你安尼敢会手巧过？我来这找如此啊。我嘛是来找如此的啊。你昨早去公司甲如找伊讨钱，伊叫你惊到眯起来。你今仔日去亲门打呼，走来这乱。小等下，小等下。无啊，你是对着你目睭看我昨昏吼去伊的办公室找伊啊。我就是找无伊，我唔才走来这。你莫阁骗啊！如此拢有传讯去甲我讲，伊就是为着要闪避你，即马走去外县市避开。你看，阿姨就安尼甲你传啊，你阁走来怎创啊？阿姨就无交代清楚伊避到位啊，我想讲来这找一个线索。你是笑啥？啊，我笑你戆啦，哈！啊，如此哦，啊，你一听嘛，知影伊骗你，又咧骗你，啊，你也相信？如此这样单纯。伊讲的一定拢是真的。你是怎作戆的呢？迄如此吼，本来就是一个吼，啊，你心机足重的查某囡仔，啊，伊的身躯边早就有一个足好样、足好样大集团的少爷啦。那有可能？你嘛知影讲哦，如此毋是啥物好地，伊捌做过传播妹呢，伫伊身躯边安尼来来去去吼，迄交陪的人拢是足复杂的。我如此吼，甲江超强哦，早就惊真我啦。敢讲你唔知？讲你呆哦，看面就知啦。不可能，如此对我是真心的。吼，我讲你吼，是一只心存心甲头壳怕人呢。哪里我问你诶，你讲如此吼，对你是真心的？哪里伊即摆人伫底，那无甲你交代清楚？人咧讲吼，迄查某人啊，去拄到危险也是问题的时阵吼，第一个时间所想到的人，就是伊真心所爱的人，因为伊相信讲，伊心所爱的人会替伊解决问题，会保护伊。迄就是恁少年来讲的真爱。啊，那你咧，到即摆阁唔知影如此伫咧倒，你嘛笑破人的嘴，讲如此吼就对你真心的？迄是因为。因为你找如此讨钱，伊无啥物牵连着我。吼、哦，我著甲你讲，迄是一边的理由，你先听无哈？我甲你讲啦，我含如此吼，白白拢是查某人啦。我知影伊今嘛吼，一定含一个少年的吼，唔知走去堆逍遥啊啦，啊唔知编只遐尼啊可怜的理由吼，来骗你啦。你讲啥物？我甲如此的感情，不是你现在会当杀人的。你出去，你赶紧出去。你敢放开啦？你敢放开的？你敢放？手机，放开啊！我用电脑害你去银行内底，看伊这两天敢有用的钱。伫倒一个县市的提款机领钱，我就能知影伊人是倒呀。好，伊的银行账户无叮当过呢，已经一礼拜无寄钱、是领钱啊，无叮当过。就算伊要避起来，嘛需要住，嘛需要吃，啊，这拢需要领钱才收费的。真，伊平常时敢有早足侪钱伫个身躯边啊？如是就算的，伊早伫身躯顶的钱拢未超过一千块，一千块冻无偌久啊？你讲伊的手机定位关起来啊？那奈伊最后的定位伫倒位啊？最后停伫遮，然后定位就关掉。这个所在伫个青山内底呢。是啊，这附近看起来嘛无啥物物件呢。哎，走来遮要创啊？快点，我先看卖这是啥物所在。好。连骨塔，这不是放骨灰坛的所在？你走去遐要创啊？子涵，如此最近敢有啥朋友还是亲人过身去，还是以前有甲你讲过，你特别怀念啥物人啊？无，伊拢无甲我讲过，
原来是有啥物要祭拜的人，一定会甲我讲，甚至还要陪去。如此，你到底是安怎啊？对啊，这你保管。这是如此的手机啊！那罗志汉啊，干么起笑啊？大刚不是卡电话就传简讯的，我刚才处理伊的代志哦，我得要精神错乱啊！为着认真嘛，嘛联络袂着如此啊！你莫为着这个代志来操烦啊！妈唔知会当等偌久的，拢暂时。江昭祥，林子倩，你哪会伫遮？敢讲你跟踪我？我的学生最近交一个女朋友，叫做王如奇，你敢唔识识？王如奇哦，这个名，敢那有听过呢？我就知影你绝对袂老实讲。进屋伫遮，你讲要嫁？妈，你哪在这？哥，你哪嘛在这？无啦，我来祭拜我的朋友啊。干嘛呢？我来感觉，恁是在这算计什么？我的代志跟你无关系，问遐侪要创啥？恁都是恁啊。你行路走来这个所在，志汉找袂到如奇，啊，看伊手机定位最后人是伫遮，所以我就走来遮看卖者。是啊，如奇今年刚失踪啊，一开始佮有传讯息，啊，不过一直无甲志汉通电话，我来佮关机啊，予志汉足烦恼的。那就佮伊讲遐济，为着伊对我状况嘛无甚物兴趣啊。咱女朋友冤家，几落天无联络，迄嘛真正常的代志啊。我甲如今毋是即款的状况，请你莫无了解就凊彩讲话。我今仔日去庙里替如今求一个平安。庙里有一个师兄，伊讲伊有影着一个歹命，甲紫铜小姐提。讲较袂输，就是如今。我随想着，之前伫庙里嘛有师兄讲，我去有毒棍阿弟，伊敢知影？我听到这款话，我是什么款心情？阿姨，其实志汉甲如奇因无冤家啦，啊，不过如奇人雄雄失踪去，啊，志汉难免烦恼嘛。是啊，志汉会当找所在拢找过啊，会当问的啊，拢问过啊。奶奶，恁敢有问过？徛伫迄边的江超强，伊甲王如奇冇识识，看你的反应，你嘛知影这件代志。子涵，莫想伤多啦，我甲你女朋友无遐尼啊熟。那恁是要安怎解释这相片？是啊，我甲你女朋友哦，虽然讲熟识，啊，不过无遐尔熟啦，啊，就普通的朋友啊，就见面的时阵拍一个招呼安尼啊。脾气啦，拢甲别人的性命当作是家己人仔咧算，你讲的话谁会相信？这相片真明显，王如奇看你的眼神，甲对别人无共款。恁讲真正只是普通朋友尔？我讲的拢是老实话啦。我罗奇吼，甲江超强哦，早就惊上我啦。敢讲你唔知？讲话唔免这么动弯死讲，你当直接讲啊。
我是当了解哦，妈妈关心家己后生的心情啊。啊，不过我想哦，失去陈东俊以后，你唯一会当接嘛，就是你的后生罗志汉啦。所以你才安尼用心计较，你想空想胖，想要家己的女朋友赶走对无？你卖后背西人是要相骗？我就知影你甲王如是有熟识，我唔只会跟踪你。你这样个性阴天背景好，我就是想要问清楚恁到底是甚物关系？想要到今日我发现，你走来这拜这无名氏，卖跟我讲你是来这做慈善，你根本不是这好人，你不可能这么善良。应该跟我拢讲啊，要啥是无爱心，拢随在恁啊。坦白讲，我嘛唔知影迄个白位是甚物人诶，我未甲我朋友白位请过来。是啦，我拄来的时阵吼，就看到这个白位放伫咧遮，啊，原本要去问管理员，恁就冲入来啊。干嘛呢？志汉公伫庙诶孙兄讲看到歹物啊，恁就遮尔啊拄好来遮拜你诶朋友。刚讲这无名氏就是你诶朋友。你是嘛是安怎？硬要甲如琪牵拖到我家来，就迄相片，就要讲我甲如琪关系匪浅，硬要讲如琪是一个水性杨花的查某囡仔。哦，安尼这人证明哦，你辛辛苦苦对家己后生，安尼走总替付出替俩包。妈，我拜托你。我现在心情已经真乱真烦啊！我拜托你，别去遐查体位度啊，好不？我无，我只是……别讲你只是为我好，那真正是安尼，你就唔免私底下去翕一挂相片，然后佫直接讲一挂有诶无诶，这对代志一点仔帮助拢无。你哪会甲如今老母共款啊？拢用糟蹋别人来达成恁诶目的，你哪会这么变态，这么自私？讲我变态，讲我自私，我只是烦恼你。我唔免你烦恼，你敢袂记得啊？是你家己讲要甲阮切断关系，那就拜托你啊，这较水亏好无？莫再伫我背后做这款小动作，我袂感谢你，我敢若感觉足倒台足肮脏的。我唔是你的家人啊，你敢袂当帮我说？你敢真正是安尼想？无咧，你爱我安怎想？好，是不是我走，你就欢喜？对，你上好，永远拢莫出现伫我面头前，我就感谢你。今晚我你啊，你至少来跟我讲，你跟如琪相哪熟识？无啦，啊对啊，拄好看到如琪的阿母哦，在舞蹈甲拍，我着甲斗三工甲救啊，伊就对我足感激的。如琪的阿母哦，会足怨恨我，讲我的歹话，这嘛正常啊。子涵，你袂因为安尼就食醋吧？如琪，伊毋捌甲我讲过。伊无甲你讲哦，应该是烦恼讲你的生气啊。子涵，我嘛祝福你赶紧找到如琪啊！你若找到伊哦，对我问好。好啦，歹势啦，啊，阮要先甲遮清好清气，互阮少爷因朋友的牌位会当放伫咧遮。啊，恁若无啥物代志，就麻烦恁先离开，多谢。